敌人出现了，准备好了吗？我已经看透你们的能耐了。战斗应用的团队奖励效果提升了参数。战斗应用的团队奖励效果提升了参数。第一回合，在攻击区域，战斗应用发动机会，不被侦察。请把想要使用的战斗应用放入框内。战斗应用设定完成。战斗应用，战斗应用效果发动。百力零零零，百力。敌方的技能发动。全力攻击手。在红色区域攻击敌方，在蓝色区域回复气力。好位，作战决定。敌方的技能发动，敌方的技能发动，敌方的技能发动，敌方的技能发动吧。做得好，战斗力比敌方的高了。你要回一格还是两格？敌方的技能发动，回一格。发动了。那恢复的时候，消失吧。因为我很少用这个应用，所以我也不太回一格。按下按钮。这些本事吗？都是最快速。按下按钮，完美。我这个速度才有办法。相当好。这么快啊！但是我力量被夺走了。按下按钮，完美。你获胜了，很行吗你？机会，我追击成功，给你更多的伤害。全击流星模式将全部漂亮，将要发动全击力，波动卡漂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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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击流星成功。感受神的愤怒吧，危险！感受神的愤怒。我要轮到敌方小组攻击了。按下按钮，获胜了。防御就只有他最慢的。哎，你这个黄金佛丽莎的出场率高不高？受到全击流星效果的影响。那个只有救急组合应用才有。本支援，我想也是。敌方的技能发击，决定攻击手，在红色区域攻击敌方。好位，作战决定。
不过真的，那三张组合真的很强，很强啊！但是唯他只是跟我不搭而已，就是他只是他没有那么搭，确实绘制完成，他就只是跟我不搭而已。对，你的人造人，如果是人造人干强爆，可是我不喜欢啊，我还是想坚持，所以我还在想有什么好办法。因为你知道试到最后，我发现又拿我带那个时候的组合出来，不是吗？你不觉得最后我还是那个组合很稳呢、欸，超稳的。那个唯一的问题就是你第一回合维斯一定要丢下去，没有啊。所以我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选择丢维斯？那个时候一定要先五张全部放上去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因为我要抢先攻。因为我唯一的问题就是差距。我要杀他！哎，你这样打有个问题，你第三回合只能到9000。对啊，就看应用。你看用没用？你说我10000，我一定超过啊，我一定超过啊。那你怎么还这样用？按下按钮。那你怎么还这样打？接受我的召唤吧，粉碎破坏！受我的约束吧，破坏飞行！用绘制模式，即将想要发动绘制。好，能手吗？哎，你这样会死哎、欸。按照画面的图形移动卡片，将比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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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敌人困住了。让这是我的力量。魔法卡片，夺取敌人体力。哎、欸，我发现不要左右转，上下更快、欸。你说他的这个、哦？真的？我刚刚左右很慢，然后这样子上下比较快、欸。你俩试试看。看，原来不是要左右要上下，操！双重模式，好，将主要卡片好，接着将火战斗类型都一致了，了不起！发动了双重攻击抽。将积蓄力量的两张卡片放入框内，好，就这样，最后一集，好，最后的双重攻击，我要杀掉你，快来啊！战斗应用发动机会，3670000。战斗应用设定完成。敌方的进攻发动，全力出击。伙伴的进攻发动，决定攻击手，在红色区域攻击跑位，作战决定。其实你会过10000，
会过一半，会过一半。我刚刚有算的、啊。对啊，如果没请就不才不会啊。你刚刚应该是没有算到，少赚一千。你刚好应该是刚好一万，效果八万，对啊，就刚好过一万。敌方的技能发射，是我的力量吧？进入锁链模式，启动卡片。伙伴的技能发射，远啊！哎，你看应用开始了。做得好，还战斗力是敌方的回气跟回血。你是先手，伙伴的技能发动了。没有。没有，你刚才气绝是奥莲啊。然后你姐姐你还差一点点。不是因为你姐姐没办法开必杀技回气啊，你应该是忘记，不然你不会全部推到前面。你第二回合你气又不够。我想说你怎么会推到最前面？要推也是我推，不是你推，因为我忘记了，所以我只有推一格。没有，不是三回很强，是先攻很强。按下按钮，获胜了，很行吗你？其实我觉得你第二回合饮茶丢那个胶囊，然后不是，你那个是永久，他不是当回合。他没有写当回合、啊。